好，有点来看这画面。最近在台北市各大商圈都会出现一批戴着白面具、穿着黑衣服的学生，他们坐在地上打麻将、喝啤酒，引起路人围观，甚至还惊动了警方上前盘查。而根据中天新闻追查，他们是来自世新大学的学生。为了要扭转社会对大学生只会打牌玩乐的坏印象，他们特别动员了同学在热闹的夜市来上演行动剧，要建立大学生的新形象。